收到了吗？干掉那个三稿的机会来了、哦。老娘心也没有要让的意思啊。靠飞哦，三稿放他准丢没有？我不想看到那种没有 sense 的 AI。你下班前给我一份新的。听到没？自己好好反省一下。你们现在手上看到的资料是总部交办下来一个很重要的合作案，因为时间比较赶，所以麻烦大家多多帮忙。提案的部分呢，就交给两位，各拟出一个方向给我，让客户可以做选择。是。包装的部分呢，就麻烦易好了，你们两位再各自和他对一下内容和需求。哦，没问题啊。好，那就先这样，我先去找朱姐开会。啊，因为这是总部的案子，所以麻烦大家一定要特别的谨慎。如果任何不清楚的地方，就直接来问我。在我同意前，千万不要擅自做主。哎，台北皇，感受到了吗？干掉那个三稿的机会来了、哦。老娘心也没有要让的意思啊。这次客户窗口跟我很熟。他们公司最近力求转型年轻化，那我就给他来一个大冲刺。妮娜姐来，三二一，你真的很不错，你真的很不错，你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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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不错。解散吧。这边下来一点，这边再下来一点。他刚不是说要置顶？叫你做就做，我已经没剩多少时间跟你耗了。靠背哦。三稿放较尊重的哦。对啦，我现在正在写你们公司的提案啊。哎，你是不是也受够你们公司那群老人的旧思维？那我们这次就来干一票不一样的，吓吓他们。嗯，好。哎，那我等一下把提案寄给你，帮我看一下。好好，拜拜。他们这次真的好拼哦。写了两天的提案，就这样，这样不行哎。同伟，你写的提案内容跟客户过去做的不是都差不多吗？是我们。那我问你，为什么客户要另外花钱来找我们？我不想看到那种没有 sense 的提案，你下班前给我一份新的。是。妮娜，你这次做的提案内容很新，很有创意，但是你有考虑过执行度和成本吗？但是要做新东西、好东西，本来就要花钱啊。加上这次客户窗口跟我很熟，我们早就达成共识，这次就是要打破老企业的旧思维，做年轻人喜欢的东西。我就是要说这个，妮娜，你为什么把没有过我的提案内容先给客户？对方是我的朋友，我只是想说先给他看一下。你知道客户那边长官看过，觉得我们很不专业，打电话给总公司反映了吗？你沟通的窗口他并不能决定任何事情。对方公司长官平均年龄58岁，你觉得他们会懂我们口中所说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吗？而且你提出的合作厂商，你知道他跟客户是有过节的吗？所以我才说沟通都是有他的方法和美感的，我才千交代万交代不要擅自做主。现在发生事情了，你觉得你有办法扛吗？我等一下还要去总公司报告，你自己好好想一想。听到没？自己好好反省一下。这次真的是要好好谢谢妮娜姐了，我一定会好好执行这个案子的。来喽，滚啊，三稿。好了啦，妮娜姐，听说凯哥去总部报告被骂得很惨哎，但他把责任全部扛下来了，他不但要被惩处，还要写检讨报告哎。哼，
真的觉得好丢脸，好想死哦。要不然这样子啊，下班我们去吃个饭，小酌一下。对啊，我订了一家超好吃的韩国烤肉哦。好啦，妮娜姐，过了就算了啦。你真的很不错，你真的很不错，你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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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不错。你加了一些新动作，有没有？焦凡，我们还是先去下班好了。啊，妮娜，走了啦，走了。加了新动作，走了。加上这次客户窗口跟我很熟，我们早就达成共识，这事呢就是要做了。好了啦，妮娜姐，听说凯哥去总部报告被骂得很惨哎，但他把责任全部扛下来，他不但被惩处，还要被写出去。难搞，放较尊重的哦。怎样？怎么靠呗？你是我职员呢，我今天朱姐。谁是你职员？咱们是同事，那要靠呀。我职员是谁？我职员。跟我们同组的一个班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动力火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千娜。我是 Janice 严艺格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姑姑吕思维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友廷。大家好，我是文慧茹。大家好，我是 Spur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没有才能。九月十九号，好朋友糗生活节。好朋友糗生活节就在美堤河滨公园。就在美堤河滨公园，我们一起去哦。我们一起去哦。糗。一起chill一下哦，我们不见不散。